给我四十秒，教你做一碗超美味的鲜虾粉丝包。今天去市场去的早，买到了活蹦乱跳的虾，开背去虾线，准备一些蒜末和青红辣椒。最近入手了这个新宝贝，里面不仅有紫外线的消毒功能，还可以高温对流烘干哦，双重的消毒，更有安全感了。接下来调一个灵魂的蒜蓉酱，淋热油激发香味，加入字面上的这些调料，恭喜你收获了一碗百搭的蒜蓉酱。接下来就是简单的操作步骤啦。铺底小菜，加上粉丝和虾，中火焖个3-5分钟，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诱惑到你了吗？再来上一杯清新的西瓜汁，太完美了。夏天爱吃生冷食物，记得要注意餐具和刀具的消毒哦。